谢谢，就是代表某一个时期的心声。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经历这段时间。嗯，就是通常在感情路上总是会有跌撞的时候。没错没错。所以好不好表现一下？虽然大家都没有 email 了嘛，我都是手机通讯。而且这首歌啊，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含义，叫做它如果用台语讲可以比较直接一点，叫什么？叫做你一定也会。很好很好，赶快是不是？很喜欢的一首歌曲。Hi, yeah.